来，啊，阮两个有先要结婚无？步入红毯。你看嘛，我来讲，江志峰伫遐海头，卖骗我，真正卖骗我。哎，恁爸，恁两个查某，我讲见笑呆哦，无伫遐台顶，安尼个个互咱家己所有朋友知影啦。你卖见笑哦。你卖假，你马上下。恁爸甲江志峰两个困我跟你讲，说实在的，今天我们在这边要澄清，我跟秀清只不过是幌子，其实真正他是安哥跟江志峰。恁爱猜呢？原来是咱两个人 pose 摆好啦，就因为恁两个吼。最近迄个平湖度蜜月，他回来个，去做牛啦，啊，都不是去度蜜月，啊，就报纸看恁两个讲度蜜月，啊，佫较高贵啊，嘛讲秀经啊，我来无听你讲马尿啦，有我有讲，好有啊，我是小插曲而已啦，系啦，好，别个地位啊，紧来好啦，吼，恁唱歌，啊，恁点歌好无？点歌，多少人点啥？选择你哦，选择你，你要看咱红的歌实在太侪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加油班，遐侪人点，唔知要先唱哪一条？爱你的理由，爱你的理由，爱你的理由。哦，阿哥有啊？无啊？你可以把它讲出来，讲出来。哎呦，你把江志峰啊，嘿，好好来，齐声道。你，你就袂当给他写一格格嘛？给他写江志峰。不是，来拿来，因为张秀清他不会写，你看。不是张秀清，他就不会写啊。张秀清不会写，不会写，只会写江志峰。啊，你是咱南面的天啊，看卖啊的。张秀清在外省，江志峰，拜托你改写一工啊，你看报纸了写一工啊，你大版面的伫遮啦。不然，伊是阮老师啦，老师形象一定比我较红啊。对，老师好辛苦你啊。老师好，你安尼吐啊？老师啊，你好厉害，是安尼吐了。不是，秀清，主要的是老师。老师你老人家，我最近有在练身体嘛，莫咧吐。好了，即马耍一连串吼，拢唱一寡最近上红的歌。来，双天。好，都唱都唱，啊，你们要陪我们一起唱啊。来，双点力，来双点力哈，来双点力，来。